財經方面，加拿大房地產協會公布最新數字，咁指出本國第二季房屋銷售好過預期，為下半年嘅樓市帶嚟動力，因此提高今年房屋銷售量嘅預測。石遠森報導。雖然 CREA 將今年全年嘅二手房屋轉手交易宗數預測上調到大約45万间，但就預期明年銷售會稍微回落。不少經濟師都警告話，由於多倫多和溫哥華的樓市開始降溫，加上央行始終都要加息，因此國民要有心理準備，未來一年的樓市將會放緩。但由於現時本國利率維持在低水平，因此房屋銷售仍然會有增長。Freer 同時表示，七月份多倫多的房屋銷售變化不大，而溫哥華的銷售更加有所下跌，導致七月份本國的平均屋價回落到361000多，是自今年一月以來的最低。分析員亦都相信，本國樓市未來將會出現調整，但只會逐步放慢，並不會一下子大幅下調。信貸評級機構惠譽表示，維持對美國的主權信貸評級在 AAA 的最高級別，前景展望是穩定，但惠譽警告說，如果美國國會11月尾之前仍然未能夠達成削減財赤協議的話，有可能會降低美國的評級。成削減財赤協議的話，有可能會降低美國的評級。惠譽指決定維持對美國 AAA 評級，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美國經濟仍然有彈性，而且多元化，貨幣和息率政策具有彈性，令美國整體經濟有能力抵禦和應對經濟衝擊。加上美元在全球金融體系繼續扮演關鍵角色，令美國有能力提高欠債比率。不過惠譽警告說，假如美國國會的減赤委員會未能夠在11月尾達成削減至少12000億美元赤字的協議的話，就不排除會降低評級。憂慮全球經濟增長放緩，加上歐洲最大經濟體系德國的經濟放緩的影響，市場對全球經濟的憂慮增加，令美股受壓低開，道瓊斯指數全日表現反攻，道指收市跌76点。加菲也是先升後跌，全日表現反攻，但是由於缺乏動力，加上投資者擔心歐洲債務危機進一步擴大，令到加菲受壓。多倫多綜合指數 TSX 全日跌152点，收市報12530点，結束連續5日的升市。其實在信貸評級機構標普今個月5号將美國的信貸評級調低到 AA 加級別之後，美股道指上星期連續4个交易日升跌都超過400点，是道指首次出現咁大的波幅。澳洲最大航空公司 Qantas 由於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，加上國際航線未能達至收支平衡，因此決定進行大改組，包括裁減大約1000个員工。跟住我哋睇下8月16号的金融行情。多倫多綜合指數 TSX 收市報12530点，跌152点。創業指數報1808点，跌20点。美股道瓊斯指數收市報11405点，跌76点。納斯達克指數報2523点，跌31点。商品期貨，黃金每安士報1788.5美元，原油每桶報86.93美元。外匯牌價方面，一加元對1.0186美元，7.9351港元，6.5134人民幣，29.4255新台幣，20.7069歐元。歐元將啊，英超球會阿仙奴可能再有一個主力球員離隊喎。咁啊，繼續咗法比加斯轉投巴塞之後，入